心痛，奔地地。被人亵辱，乃瓜州人士，家业小康。今当大别之年，进京求取功名，看天色已晚，不免寻一旅店家园。有，大殿取证。是了。小老儿张元秀，配妻何事？夫妻二人年过花甲，膝下宾无一男半女，使我二老每日打豆腐卖草鞋，苦度光阴。实在长家有人言道：今当元宵佳节，长街上有个登山大会，十分的热闹，不免回去对妈妈说明，用把饭食前去观灯点了。姥姥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进去。
草鞋卖的如何啊？俱卖尽了啊。哦，卖了的好啊。啊，妈妈，实在长家有人言道，今当元宵佳节，长街上有个登山大会，十分的热闹，你我二老永把凡事前去观灯如何啊？啊，姥姥，你我偌大年纪还观的什么灯啊？哎，难得机会去去又得何妨啊？也罢，永把凡事再去也就是了。好啊，好啊。在下周良桥的地方便是，今当元宵佳节，此地有个登山大会，哦，看热闹的人不少啊，是我奉了太爷之命弹压地面，天不早了，就此走走。不是鬼，乃是阴海啼哭啊。哦，阴海啼哭啊。带我来寻找寻找。寻找寻找啊。姥姥小心了。姥姥小心了啊。姥姥寻找了没有啊？寻找了寻找了。哦，寻找了寻找了。哎呀呀，果然是一阴海。啊，果然是一阴海呀。是一阴海。啊，姥姥拿了过来。让我看看是个男儿啊还是个女儿啊。好好好，让我看看。啊，姥姥是个男儿啊。哦，怎么是一男儿？是个男儿啊。哎呀，妈妈，如此恭喜你了。我喜从何来呀？像你我儿老偌大年纪，膝下并无一男半女，今日识得此子，些许我张氏门中的香烟，岂不是一喜呀？果然是一喜呀。本来的一喜呀。啊，姥姥
你我的儿子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什么呢？他叫他叫季宝。哦，张季宝。啊，姥姥，他答应了。哎，那是啼哭啊，啼哭啊！啊，姥姥，我偌大年纪，无有如是为他，日何是好啊？这也是的是。不妨是买些高干，慢慢将养于他，也就是了。哦，高干将养，哎，高干将养，也就是了。天时不早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京都得中儿家进士，有蒙恩师提拔，在京为官，使我离家日久，实才修得诗信一封，不免命家园回转家乡，接夫人进京，家园哪里来喽？老爷，您什么事儿啊？这有诗信一封，命你回转家乡接夫人来到京中，不得有误。是喽。
了，儿啊，天时不早，快快上学去吧。遵命。一路之上不可贪玩。是。走走走走，上学喽！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老师没来呀，干脆咱们玩会儿吧。哎，玩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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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书包放在桌子上。好嘞。哎，那咱玩什么呀？咱玩蒙老虾吧。哎，这个好。哎，那蒙你吧。哎，干嘛蒙我呀？那蒙谁呀？要不我出个主意。你有什么主意啊？初一初二初三四初五初六初七八，谁要是初八就蒙谁。哎，这个主意好。哎，那我初一。我初二。哎，我初三。我初四。我初五。我初六。我初七。我初。哎，那蒙你。哎，蒙我蒙我。给他蒙上，给他蒙上。蒙了。别忙，我逮着你们，你们就得蒙啊。好好好，那给他蒙上，给他蒙上。哎，散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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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，你在哪儿呢？哎，你们在哪儿呢？哎哎，摸着了，摸着了！杯中拿过。哎，原来是祭宝啊！先生不在雪中，就该问世习字，这样玩耍，先生之道定要责打。得嘞，老师是我们花钱雇的，他敢打我们，来来来，玩会儿吧啊！哎，先生不打，回到家去，父母也要责打。得嘞，老家疼还疼不过来呢，来来来，一块玩吧啊！哎。哎，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。老师不要顽皮，老师今日里你有别事，你们回家去吧。哎，是放学喽，放学喽，放学喽。吉宝他们回去，你也回去吧。是。嘘，哎，小子过来。做什么？瞧你爹跟你妈都多大岁数了，你瞧你才多大。再一说，你爹跟你妈生得下来你吗？你呀，呦呦呦呦呦呦！插牙学子，听学友们言道，张氏二老不是我的亲生父母，我不免回到家去问过明白便了。你为何啼哭啊？你二老不是我的亲生父母，还我亲爹亲娘。啊！此话哪可与你讲的？学友们对我讲的，还有什么假的不成？哎，你不要听他们胡言，快快用饭去吧。我不去用饭，今日还我亲生父母便罢，若不然，只求一死。哈哈，好奴才。
娇儿为大壮。哎呀妈妈，实内有所不知，这个奴才下斗学来到你我二老，不是他的亲爹亲娘，是我苦苦相劝他执意不听。妈妈你不必拦阻，带我赶他回来。啊姥姥，你若将他赶上，有人若问是你我的儿子，有何见证呢？以妈妈之见呢？啊姥姥，你等着些呀，啊你等着我呀，啊等着些。说什么啊？啊姥姥，这是他的血尸啊，你若将他赶上，有人若问是你我的儿子，他就是见证呐。好好好，妈妈等候了我。三载不知生死。
见薛贵报道，老爷在京中得中，做了高官，命人前来迎接与我。不想大娘有甚毒计，要将我害死，使我私自逃出门来，去往京都寻找丈夫。一路行来，身体乏倦，这便如何是好？看那像游坐亭儿，不免进内歇息片刻，再行便利。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赶，赶到此处为何不见？哦，来此一是千峰亭。哦，是了，像是他在亭子里面躲避。嗯，带我进去寻找。小娘子再次打水，那个小畜生躲在后面。有了，我不免将这个小娘子唤醒，叫她相劝我儿随我转去。嗯，就是这个主意。啊，小娘，不好，不好，我是一男，她是一女。有道是男女有别，哎呀，这，哎，有了，我不免假装打这个小畜生，精心与他再做道理。嗯，不错，是的。
这个小奴才，快快随为父的回去禀吧，若不然我就打死你这个小奴才。哎，他说的是禀告婆婆，不是要吃萝卜。哦，是禀告婆婆，不是要吃萝卜。你且讲来，婆婆用禀。终日打骂是男人。训理所当然，待我与你解劝，不打你也就是了。是啊，老丈，看这小学生身体软弱，怎能经得起四肢半拷打，不日带回家去慢慢教训也就是了。好好好，既然如此，看在小娘子的份上，我绝不打他，你相劝于他，随我转去也就是了。待我相劝于他。有劳有劳，这就好了。啊，小学生，你爹爹不打你了，快快随他回去吧。我至死也不回去的了。却是为何？这里面呢有个缘故。丫头，有什么缘故？你若胡言乱语，我就打死你这个小奴才。又有什么缘故了？只顾与小学生讲话，未曾请教老丈上姓。我姓张。大号。他叫张元秀。哈哈，你这个奴才叫起为父的名字来了，真正岂有此理。老丈作何神力？他呀，磨豆腐打草鞋。招啊，若不是为父打草鞋，也能抚养儿一世三载呀。哎呀，婆婆呀，我天天吃的都是豆腐渣呀。哈哈，你这个奴才丢为父的脸呐。小娘子，你不必拦阻，我打死你这个奴才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啊，小学生，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。是啊，老丈，今年多大年纪？73岁。家中可有婆婆？有啊。多大年纪？与老汉同根。这小学生呢？73岁。我13岁。不错，13岁。哎呀，我被这个小奴才气糊涂了。不错，13岁了。13岁了。不错，13岁了。啊，老丈。嗯。依我看来，这小学生他不是你养的。啊，不是我养的，是你养的。什么话呀？不要胡说。有道是，男子49，到老终须有；妇人40，天归一绝。那有60岁的妈妈，还能生养你？有道是，苦竹林内生嫩孙，老牛还会搀麒麟。要养我只管养，
你管我什么七十三八十三就是一百零三，呵呵，花有疼哦啊。是什么枯枝林内深嫩孙，老牛还会颤麒麟，看你那拐杖打得十分厉害，定不是你亲生之子。是了实话，叫儿叫你领去，日若不然，吃你到前村便离，自有名利之人。哎呀，谢主，这个小娘子言道，叫我是了实话，想劝我儿随我转去，日若不然，吃我到前村便离。是了实话也无妨碍啊，好好好，待我与他说明。啊，小娘子，提起这个小畜生啊，里面有个原因。什么原因？只因那年我们这里元宵佳节，天下皆有。哦，天下皆有，又有个登山大会，迟迟相同。怎么迟迟相同？嘿嘿，无有我们这里热闹啊，是我通定我那老妈妈前去观灯，忽然狂风一阵，微微下了一阵小雨，那些后生之辈皆从小路而去，我通定我那老妈妈大从大路而归，心来心去心驰在周梁桥。周梁桥便怎样？听得桥边有婴孩啼哭，使我左一摸右一摸。我曾摸着什么？就摸着了这个小畜生呐、可有金钗一只？无有金钗，有个铜簪簪，我那老妈妈她换了糖吃了。可有血誓一副？血誓嘛，有啊。哎呀，如此说来，是我的儿子。啊、对呀，儿。时时颠倒颠，夫人反叛难辞骗呢。啊，我骗你何来？老汉与你讲了几句话，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，再若讲上三言两语，连老汉也是你的老汉呢。哎，你不要胡说，本来是我的儿子，为呀。这一小娘子，我倒要盼你一盼。你盼我何来？我且问你，血是何人写的？是我自己写的。你可记得？怎么不记得？好啊，我赶着个小畜生的时候，我那老妈妈言道，中途路上恐有人盘问，你将血是带在身旁，以作见证。你方才言道是你的儿子，也罢，我将血誓去吃，我在这里看，你在哪里念，是的一字不差，叫儿叫你领去，我是绝不挽回，若有半字虚假，少不得我这拐杖也要怪你奇怪。好，我就念与你听。好好好，你先念来。我学识你。学识吗？在这里。哎，哭。错了错了错了。怎么错了？上面无有哭字。哎，我说的是我母子分别之哭。不在血誓上。哦，是你母子分别之苦，不在血誓上。不在血誓上。便怎么样啊？
我那儿子乃是癸未年间正月十五日又是降生，再将我的家乡之事示与你听吗？你就明白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是云州小娘子输得一字不差，难道是我的儿子就让他白白的领去了吗？啊，老张，我输得一字不差，你还有何言？这，哎呀！旨意在此，有何高见？就在这清风亭画一道界河，叫他站在中间，我在这里喊，你在哪里叫？我叫过来是我的儿子，你喊过去是你的娇儿，你看如何啊？不知是哪个先叫？自然是我先叫。我先叫。我先叫，我先叫，我先叫。好，就让你先叫。什么让我先叫？本来是我先叫。带我来画一道界河。哎，站在了中间，我要叫了吗？在家中做熟了饭，快快随为夫的回去吧。啊，你为何不睬我？你为何不理我啊？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叫了，带
给我来叫吧。拐子手，你若跟他前去，必然将你变卖，快快随为父的回去吧。哎呀爹爹呀，回去对我那一目言将，就是孩儿在亲奉天认了亲娘，寻找我那亲爹去了，孩儿这厢跪别娘，上京寻找你那亲爹，此番前去，你一家相逢是骨肉团圆，可怜你那一母，在家一门悬亡，今一旦深深吃散，活活的分离，你来看。我二老年过古稀，倘有不测，去到我二老坟前点绣一席，也不枉我二老抚养儿一场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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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有什么回转之意？你把学士与我，九儿叫你临去，你看如何？啊，好好好，这倒是的。我学士你。学士吗？在这里的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啊，那旁老妈妈来了。啊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